根据评论进行生存。由于不会使用 SCUM 的银行系统啊，我带着卖完装备的六千巨款离开了商店。本来想着看看有没有高手给我指点一二啊，没想到发来的都是这些。单走一个六，真不是。装备是卖完了，吃的忘记卖了，还好破布头里有虫子吃。看着满满的蛋白质，谁吃谁知。哎，不走。本来没啥事儿，这吐完是彻底饿了，差点连僵尸都没打过，冷的都掉血了。拿僵尸身上的衣服将就一下，往酒里掺点水，摇一摇又可以消毒了，然后再喝一点。饿了，我的天哪！前面僵尸有点多啊，不把石头刀防身用。胖哥，我来了。啊，瘦子啊，你在这等一下，我去把僵尸打了。我也来，看我的小李飞刀。好家伙，一前一后，一胖一瘦，无敌了呀！我去，打到我了！本来我们想下山了，结果你看，又碰见一座地堡。算了吧，瘦子，我感觉有点危险啊。胖哥，所谓富贵险中求，干就完了。OK， 都多余了，干就完了。好嘞，给，好嘞，给。多下巴，动作。有自爆。OK， 门外这只交给我了。一个一个帮吃出了原创。搜一下看看能出什么好东西。68块，可以。5级甲。防护已经就位，开始深入，发现一只僵尸，问题不大。又来了一只，瘦子后退。啊！不行，我不能死的，我身上还有六千巨款，一定要活下来。溜了，溜了，溜了。走不动了，不慌，身法。哎呦，去你的吧！有办法了，先过来关门，然后等门快关上的时候溜进去。哦，我就是现在。哎呦，太胖了。啊！不要说谁是谁非。OK， 先给伤口消毒。糟糕，脚被瘦子拿走了。哦，对，他的装备就在前面啊。OK， 消毒。爽！这瘦子捡的都什么垃圾啊？没一个有用的。也就是在前几天，我遇到这个朋友，就是他在外面是纯捡垃圾吃的，专捡垃圾。还好捡了一把小刀，不然靠铁锹得打到什么时候？不知道瘦子会不会再来？他怎么就那么脆，三下就被放倒了？子弹、手枪、消音器、弹夹，花了半个小时，终于配出了一把手枪，不容易啊！大老远就听到叫声了，我来看看怎么个事儿。这是太阳，太阳，好像是个大厅，僵尸还不少啊。OK， 宣布个事儿啊，这里现在是我的了。听声音好像有人进来了。哎，我走，别动，别开枪，胖哥，是我。啊，瘦子，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。来来来，禁毒，这是我刚组装好的手枪，你拿去用吧。还有子弹，我又搜到把新枪，沙漠之鹰，枪灯和弹匣都有了，就差子弹了。所以瘦子，一会儿还得你保护一下。OK， 交给我了。准备好了吗？走，走。哎，胖哥快来，这里有个军械库。啊，来了，在对面。 OK， 哟，一个大背包，一把 AWP。 这是黄金沙衣。 OK， 继续搜。 M82 狙击镜，好像是巴雷特的准镜，这玩意儿一辈子也用不上啊，揣兜里出去卖掉。帮我看着哈，瘦子，我来把这四个柜子都开了。 OK， 胖哥别开了，你看我发现了什么。我看看 M82A1。 哎呦我操，巴雷特。 What the fuck。
太残暴了。这倒没白来，一会儿出去可以加餐了呀。来，瘦子，枪你背着，等我解决完我们就走。不行啦，胖哥，太臭了，我出去透透气啊。瘦子，你还记得出去的路吗？没问题，跟我走。僵尸有点多，我们先撤，拉开身位再打。我到。走。我到。我到。又来了，继续撤。瘦子，就一只了，你用拳头打就可以了呀。不错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没事吧？大哥，别开枪了，你走，你走，我来，我来。OK， 搞定。哦，对，把门关了，我们先休息一下。好家伙，跟流水似的。OK， 瘦子跟上，马上就到出口了。僵尸来了，交给你了。OK， 交给我了。越打越多了还。不慌，一人一只，轻轻松松。OK。瘦子，你后退点，我皮厚，我来扛。哎呦，我怎么说的你？哎呦，这年轻人，我操，这胆也太大。不走，不行，我不能死，我身上还有6000巨款，还有巴雷特，还有黄金沙鹰，还有。